各位前辈啊，还有周主席啊，大家好哦，我是鼎林。大家还记得我们在7月24号的时候在立法院有办一个活动吗？啊，现在我把它跟大家做分享。弄个影片啊，给大家看在立法院那一天的盛况。WHO 的电子商务的证书啊，已经这个项目已经出炉了。电子商务的管理师呢，我们的计划是分为初级、中级还有高级，我们有三个等级的认证。然后呢，我们会有课程去做一个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来评选评核说，这样的一个学员有没有达到资格、达到标准，然后我们来颁发这样的一个证书。我们呢，协会还会用更好的服务为电商的从业者，让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认证，而且我们会把它应用在工作上。我希望说能培育出就是低收入户的，或者说有身障的朋友，都能够来从事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的从业人员的培训。学员呢，在培训的之后，他审核通过，我们会得到我们WHO 电子商务联盟统一颁发的电子商务管理师的认证。我们的证书非常的精致，这个呢已经是当周主席这边已经确认通过，我们的这是初级的，非常美丽、非常典雅的证书，初级。好，接下来。这是我们中级电子商务管理师的结业证书。好，还有一个高级的，最后一个讲最高等级，就是我们金色的很 bling bling 闪闪荣耀的的一个证书，就已分成初级、中级、高级。那课程的规划，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安排呢？现在我们协会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证书，我们可以跟各行各业去做结盟，有其他协会的培训或者是学校的培训都可以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好，我把它归类为几个。第一个是互联网系统的课程，课程的部分是属于工程师比较精密课程的部分。那互联网的行销呢，是属于比较通路面还有营销的课程。
还有大陆现在最夯的微商啊，这个平台的操作课程，我们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培训跟班证。当然，高阶的部分就是 APP 的制作课程。在台湾，每个中小企业都需要 APP， 但是 APP 是非常非常的昂贵。我这边规划呢，让我们所有的 MIT 的厂商都能够以很平价的价格哦，能够去培训。制作 APP 的种子，让台湾的互联网的这些操作人员都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资格证书。好，还有工程师的电子商务的课程，那互联网思维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还有创业的课程，因为呢，目前台湾没有人在带动实战的这个区块，所以有时候就在我们协会这里面，我们能给到我们台湾的一个电子商务互联网的环境是很务实。而且是能够让想创业的一些创业家是真正能够达到。好，那现在自媒体非常非常的夯，也是很热门的项目，像网红传播自媒体，所以我把电子商务把它规划了一个叫做传播的课程，我们就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来做一个不同课程的培训。那课程如何去怎么去运用呢？我们可以从台湾做一个根基，延伸到就是所有的国际性的一个运作。社群行销是现在最流行的，比如说 FB、Live、Line@， 还有 WeChat 微信的，还有一些大陆的软体都是可以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去做整合。我们在培训社群行销当中，我们一样可以去颁发这个证书。当然它我们的这个证书也可以协助到 MIT 产品的拓销，所以之后相对应呢，我们还有一个属于百业经济联盟来跟电子商务做整合，来协助 MIT 的产品去量化、精致化与优化。那学校开班的部分呢，目前现在我已经介绍有两个案子，是国际商工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嘉义大学。其实这两所学校都已经面临到要被废校的可能，那目前都已经有案子到我们手里，希望说我们这边能够协助微商的创业、电子商务的实质的进驻，然后能救我们的学校，然后协会的联盟的合作。现在很多很多的协会都没有电子商务这个区块，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周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的电子商务、互联网这个区块一定能做得有声有色。好，我们的电子商务呢，结合 MIT 企业认证，还有优质产品的认证，还有创业辅导的培训。好，我们的电子商务的整合，大致上的区块就是这三个大方向。那有任何需要协助的，都可以跟周主席或者跟我这边做联络。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为互联网加油努力，谢谢大家。掌声，谢谢王董事长哈。现在商务的时代哈。学无止境，大家都必须要学习的。那没有分年龄，有需要的人，有需要学习的人，需要报名的，不论不分年龄，都可以找王董事长来报名啊。那接下来，好，那我们理事长再分享几句话。这边资料是以前我们在做那个六年前做医疗观光，做医疗观光的时候，我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刚好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的时候，针对大概70个国家的大使，联合国世卫做标做发表的时候了，这个当然这些资料那些国家的大使都有存在，往下跳，这是医疗观光往下跳。我这样子让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是跟哪些国家看？这个是专卫说的，以前我做世界卫生组织12年前的时候，中间是那个南华自然医学研究所所长专卫，他本来是佛光大学然后借调美国卫生署，他是算基本上来讲这个卫生单位的官员的，那借调在。南华大学创那个自然医学研究所所长，那我想他也协助我蛮多的。这个左边是蒙古代表，蒙古代表那时候外交部都在，外交部帮我们前程在陪着。左边中间下面那张是签约，我们跟蒙古跟很多国家签附注和
联盟啦，哈，那外交部也全部都会在，卫福部也有派人全部在，好像，好，那陈黄州，哦，好像，好，这也是澳洲代表，哦，蒙古代表，哦，好像，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韩国代表，啊，韩国代表 WHO 的韩国代表，中间的，好像，哦，好像，好，这些是欧洲 WHO 欧洲美国代表。他就是陈仲模，以前我们那时候简单画了很多书画哈，往下，好，再往下，好，这以前做国际医疗观光哈，这些资料给大家都看一下哈，好，往下，好，往下，工兵会那时候在立法院办，那我们在WHO哈讲整机能量医学，往上，上面还有几条法，往上面还有几条法，这是国际证照哈，国际证照，再往下。日本，好，在日本做国际医疗观光，啊，国际的观光，好，往下，啊，再往下，好，往下，这个是世界杭州大会，啊，右边这一位是我们的德国代表，好，往下，啊，这是我的总部。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世界养生委员会总部，我是副主席，这个办公室是我的。所以我在杭州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上班。啊，右边这边就是世界各国大使。啊，右边，好，往前，世界养生委员会，这个是我的干细胞，在杭州的干细胞的管。啊，好，往前，中间这个上左边这个中间是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开发组官员，右边中间那个是联合国文化总署署长，啊，文化总署署长，啊，下面，啊，这个都是各国，啊，各国代表，啊，这样，啊，这个是跟田老师到杭州做发表的时候，啊，带着我们世界养生委员会台湾委员会到杭州去做发表，这样，啊，有没有我们副座，啊，我们立法院总务处副处长也跟着我们快到杭州，啊，下面。好，下面左边这边都是各国大使了哈，好，左边这边都是各国大使哈，好，下一张，好，互联网有没有看到？2015年世界养生大会，好，继互联网加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目前我们在全中国大陆每个月都有展览，每个次展览都500个单位。换个角度，我在中国的团队哈，包山包海，好，包山包海，从营销。到行销，到产品，到通路，全部都有；到互联网，全部都架好了。好，往下，这个是到我们杭州大会里面的各界代表，哈，也有各界代表。好，往下，还有世界各国大使，哈，世界很多国家的大使，有没有？往下，啊，这些都是，但是去年我们在给三党，哈，三党都贺函，全部都有贺函。好，下面，啊，有没有宋楚瑜？洪秀柱，哈，好，往下，哦，江敏华就是前卫福部部长，哈，江敏华，张博雅监察院院长，好，往下，好，那左边可以看一下，左边第二个大会组织表，第二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新格，第四个就是我，哦，所以这四个都是哈，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代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跟世界大使在做很多的外交的角度，好，下面。那底下的组织表是联合国，很多联合国单位啊，那下面，OK， 好，再往下，再往下，好，直接我跳到下面，跳到最下面。这张我早上有跟你们讲过哈，我们在联合国有发，为了联合国的角度，我们有发联合国的一些升级奖项啊，升级奖项，这目前我们在运作啊，将来也会在中国颁奖，也会在欧盟颁奖啊，好，下面。好，我现在给你分享，这个是联合国生物保健产品机制上哈，生保升级的哈。好，下一张，美国德拉瓦教育学院是目前在美国德拉瓦州排名大概美国百大57，好，57。我现在拿这所学校对不对？跟很多国家中国做很多的远距离教学，还有一些什么国际证照的教学。那目前我任美国德拉瓦大学的教授。好，下一张。排名50大、57大啊，好，下面，好，美国德拉瓦下面，好，下面，好，下面，下面有很多国际证照，有没有？自然医学师，往下面，自然医学师、心理咨询师、自然医师、心理管理、智商、塔罗、艺术，这个都是
辅助地震医学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发国际证照，而且是美国美国排名57大的大学颁出来的证照，啊，国际证照，也有一定的课程，哈，哦，自然疗法认证医师，哈，哦，下面，好，哦，这个是我副教授的某教授的聘书，哈，哦，好，下面，哦，还有授权书，好，哦，授权书，好，哦，下面。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证书，中国大陆的证书，我们为了前进中国大陆还是要上岗证，所以我们还去培养台湾还有很多国家一些到中国大陆拿上岗证，甚至拿看妇科医师，拿看妇科医师，拿看妇科医师叫了中国拿了之后，看妇科医师再往 中南美洲往东南亚走，这个非常好用，非常好用，这是我们 他出去的国际证照，往下面，往下面，好，这个是我们国际医疗认证，中医这有12个课程，我早上有给你们资料，你们自己再看就好了，好不好？那我想时间到最重要，我交给我们的陈振龙策略执行长。对于越南，我为什么叫他压轴？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国际医疗，对不对？请他把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跟核心的达到的步骤，怎么控在越南，好不好？生意才能卖到越南去。掌声欢迎陈执行长。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养生食品保健协会的策略执行长。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最主要是食物，是食物的经验。跟市场比较有关系，跟技术比较没有关系。今天呢，因为时间有点短了，我讲快一点。本来这个如果是要2个小时，我还讲不完。那大概我们南进呢，首先我们讲南进政策呢，历年来我们南进呢，我大概这个表稍微整理一下啊。但是这边南进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有个很大的致命伤，就是我下一张那个好。南进呢，我们是目前我们南进政策说以人为核心，人才、产业、教育、投资、文化、观光、农业等双向的交流，所以我们可能要从政府这边它的一个政策面来看看我们的市场在什么地方。所以换句话说，早期的南进政策可能鼓励了很多厂商到越南去投资，但现在呢，可能这个政策一改变以后，我们可能要在人跟产业，那你看跟教育、文化、观光、农业这边都会有关系。那我们再看过去我在越南的经验呢，日本跟韩国他们是以当地市场为他们的市场当目标，但是台湾呢，我们一直不管是从越南引进外劳，或者是在平壤或者同奈这边的工业区，我们都是在利用它的廉价的劳工。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政府看到是便宜的劳工这一块，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致命伤，我们并没有一个市场发展策略。这也是台商在越南那边真的经营得很辛苦。我在越南2年的时间，那在那边呢政府完全没有助力。那我在越南那边之所以有一点小成绩呢，是因为我应用 NGO， 就是利用协会非政府组织的方式去跟他们的政府来打交道。如果说我们是用个人公司的名义去跟他打交道，我们太小。那如果是用政府这边的力量呢，我可以这么说，外交部在那边大概就停留在外交部的办公室里面而已，对外面完全没有任何一个能量。所以反倒是民间这边的力量呢，会比政府这个力量来得大。所以民间力量就是
像台商协会，今天如果政府这边想要跟越南政府说话的时候，还必须透过台商协会来跟当地的官员啊来沟通。好，所以这边呢，是政府这边助力真的太小了。好，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越南这边的哈，我们看越南啊，这边很快有带过，我们就从战争史来看哈，越南跟法国，他们是从本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因为跟法国这边呢，这个越法战争他们打赢了，所以说他就独立了，然后他后来又跟美国打了一架，哦，越战，美国打输他了，那后来呢，在1976年，那附近呢，中国也跟越南打一架，这个呢，我们在台湾这边可能比较不清楚，但在越南这边呢，因为打那一架呢，从此越南跟中国呢就走不同路了，哦，一直到现在，因为曾经流过血，所以呢，越南人对中国人还是仇视的，所以。如果到越南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跟中国那边哦，讲得太近了。我们尽量要把台湾跟中国做个区隔。那越南那边，你比如说，2014年武夷山暴动的时候，台商没有一个受伤的，所有台商呢有损失，但是没有一个受伤的。那但是呢？陆商这边就有伤亡，好，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越南人他很清楚你谁是中国人，谁是台湾人，好，所以这边的话，我这边看南北差异，这边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就可以了解了。在越南这边呢，政治中心是在河内，但是呢。胡志明市这边，它是属于那种资本主义，所以你会觉得资本那个胡志明这边呢，它的商业很发达，但在河内这边，它是政治中心，所有的政策都必须在河内这个拍板定案。好，所以南经济北政治，然后咱们再提到这个越南新娘跟月老，在台湾这边打工的，你如果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不会有。我有南方人，全部都北方人。这一点呢，在我去越南之前我不知道，到了越南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越老，你看人力中介公司一定是在北越，它不会在南越，但是呢，越南新娘呢全部都在南越，北越的人呢不会想要嫁到台湾来。好，所以这一边这个你就看得出来，南越这一边呢他们经济比较好，北越这边他们有他的骄傲性，